個心痛到燒喇叭。其實呢句嘢係咩意思啊？我聽屌喇叭啊嘛，其實屌喇叭啫嘛，但係你冇可能講粗口。跟個朋友走去日本周圍香港料理對於我來說是中性的東西，它不像任何一隻湯，它甚至乎不是一隻氣湯，是一手其實適合抽官的火爐，它是一個入屋男人或者、一個古裝劍客的人，不是那些走不開這班死老鬼，不是牛肉加葱花要互動買，我記得是例如98年99年的香港料理做的時候rap 古筝 rap 做啦，咁佢哋是但抌咗啲灯面一啲棒子落去，佢哋唔系净系话要中华料理咯，中华料理，跟住我就翻到去话，只要我点解要中华料理啫？我中华料理得我香港料理咯，但系我香港料理得嘅，我又想食日本料理，因为我都话俾你听，我开咗个头街啦。你翻去睇下，除咗最捞尾嗰段仔系重复嘅之外咧，系一个 story 系冇 repeat 过。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，沿岸啲基建大变化。时我哋仲系新机场啱啱开咧，发现喂，其实好多山卡拉地方咧已经变咗，有好多嘢摆咗落去，所谓嘅基建，其实咪即系 positive 咁样话，回归咗之后仲好，咁啲人留翻喺香港消费啦。咁喺97嗰阵嗰个高峰落嚟嗰下咧，啲人系怯一怯嘅。我只是想他开心啦，好笑啦，直接啦，有 message 啦，抽官未试过啦，啲人好。咁如果今次咁系嘅香港料理写手北乜料理，料理写手唔系话唔系主席试过唔系，因为其实嗰阵时都未系最扑街嘅嗰时，但系而家我唔敢话系唔系最扑街。但是一定仆街過99年嗰陣。咖妹著住 roll up 同啲客落 order 其實係冇嘢，但係你總係會有個意識，就覺係一啲淫賤嘅嘢嚟嘅。但咧係個監製講嘅，佢話不如咁樣落，佢話好鹹濕啊，夠賤格。我知佢講乜嘅。我成日都話聽歌咧係音樂，嗰啲歌詞好錯。千杯酒已喝下去都不醉，何況秋風秋雨講咩？關唔關咩？好唱咪唱咯，歌係要嚟唱噶嘛。